George。Hello, Jack Lee。Jack Lee， 好吧，我的名字。Gladys 今年的宣言魔术师。背景什么音乐来的？我是在 YouTube 呢，就打一些 Relax 的 Love Song， 那就出了这个哦。猪头生日快乐！谁叫我猪头？是谁？这样的声音。对啊，就播一些比较轻快轻松的歌。谁是猪头？我刚刚呢就用了这些来配合的背景。再开播好不好？但是今天是正式的庆祝，我的大发发什么？大笨蛋！好戏在后头，不要太激动。好戏还要在后头。我明天不确定有没有开，所以这个是 pet 吗？不通不通，不通不通。叫我笨蛋的是。好开心啊、哦！谢谢你们跟我一起庆祝的，好有气氛。我的大大大大大蠢蛋生日快乐是飞来的，宣言魔术师，希望你会喜欢我送的礼物，魔术礼物吗？还是他？他其实很抢眼的，大笨蛋，大蠢蛋是贝，蠢蛋是贝是吗？我们呢，今天就会等到差不多半小时后，我们才开始拆礼物，然后到差不多十二点的时候，我们就会。准备好倒数，没有啦，就是国庆日和生日快乐这样而已。No regret. If you so, 这你忘了，所以你有好多的户口咯，十二点唱歌。Nagara， 哎呀。
凯晨，12点就唱生日歌给我听。所以这就是 Pat 嘛，扑通扑通是你嘛，耶、yeah ，好小儿，耶、yeah ，好好、哦，谢谢你让我陪你度过派对，谢谢你们出席我的派对，今天呢？Surprise！ 我等一下再来。好，特白苹果小心开车哦。哇，后面那么美，对呀、啊，特地做的，刚刚我特地弄的。谢谢你邀请，欢迎妹妹，我驾下车。为什么塞我掰呀？瞧，按错了吧？婷婷也是带来的，带来的 surprise 吗？今天 Bladish 分享关于生日前夕的故事，就是我今天呢举办了我人生第一场生日会。其实呢，我觉得举办生日会的感觉不是自己想象的那样，好新年，好恐怖哦！原来是魔术师就是这样。上的礼物也是佛计划 ，haven't finished yet。你到底有几个户口哦？对 ，Hello Tay，Hello CK Chris， 气球，对呀、啊，还活着啊！你为什么你觉得他不会活着？Hello，Don't know，Don't know， 你到底几个户口你不知道 ？Hello 令图的朋友。然后总结来说呢，我举办了人生第一场生日会的感觉是，我会很感激出席的每一个你们，真的，然后不容易，我觉得我应该不会搞第二场生日会派对的，所以能收到那么多礼物呢，应该会是唯一一次。真的很难呢。Surprise can say no。提早祝你生日快乐，亲爱的。Thank you, Long time I didn't on Starlight， 所以是为了我开的意思吗？应该是人家帮你办生日会的，你太辛苦了。稍等片刻，我会再变多一些魔术。好的，思维。普通，不随。今天我就坐着看仙女也就好。呆呆的我，呆呆的我，你怎样也是祝福一下我。其实听说第一次生日会是人生中最难忘的生日会，第十多年再回想也会喜欢第一次的。我觉得我，也不一定会。不会了，但是我觉得还蛮累的。呆瓜，呆瓜是你，你的名字都很好笑的。下次可以举办小一点的，真的，我觉得很难沟通到了，所以下次可以举办一些不是生日会，可以大家聚一聚聊天这样子的。是 pets 哦，不然还会有谁？所以你现在是在哪里？Night is coming. Night, long time no see. How are you? 有粉丝聚会，我没粉丝啦，我有你们，我有你们而已。我也是为了跟你庆祝才抽空进来的。明天才会医保。哎呦，妹妹 ，Thank you 。
妹妹你知道是谁吗？就是最后出现的那个黑裙的女生，你知道我们有看到她，她就讲啊，那个黑裙的不错，可以介绍给我吗？是单身吗？好像不是，你知道是谁吗？我那几个艺人朋友。准备好上半场的第一个惊喜吗？准备好，准备好了。I see you in office. 哦，好可怜哦，那傻瓜生日快乐，你到底有几个朋友？我在朋友家咯。哦，你在朋友家，原来你有地方收留你哦。Hope got chance to see you again. 哇，听到放烟花了吗？我生日又到了，又毛孔又起耶！你知道我自己我生日呢会有好多鞭炮声呢，因为是国庆了，我自己讲的就自己毛孔起。对啊，我生日是会有好多人一起庆祝，因为是国庆了嘛。五十个 love， 成六。海军帝，原来是皇帝的帝。啊，真的感动，谢谢你，谢谢你送给我的生日礼物，所以我可以上到头昏了，可以吗？因为忘记拿签名，哭什么了？今晚你万岁，对，万岁 ，again。全部都没 don't know, don't ask me. 真的吗？我听到很兴奋。真的，他大你耶！哎呦，然后我讲 sorry 啊，他不是单身的。主人都不要收留我，只能到其他地方走。谢谢你，思维5200耶，对啊 ，I think got 9999 also。不是你，你送我别拍我，我害羞，还没有到啦，还有40分钟，已经听到鞭炮声了，我这里砰砰砰砰砰砰砰，不懂为什么会有鞭炮声啊，这样，为什么？感觉格兰蒂应该是最难忘的一天了，对呀、啊，真的生日哦。我上一年的生日的那个印象哦，其实就是刻在我心里。很深耶，就是感觉就是过了可能半年的事情，原来已经过了一年，我还很新啊，那个记忆就是还很清新，就还很清楚的记得我上一年生日的时候有谁在陪我度过。谢谢 CK， 感觉格兰迪，接下来我要对你说的话，这么快我是惨啊，难道你还要想换咩妹妹？我收到给你魔术惊喜的，谢谢。接下来是你要对我说的话是什么意思的？开玩笑的，因为你国庆的变得有意义了，这些炮声应该是庆祝国庆日，对啊，就是庆祝国庆日啊，我就是感觉很接近啊。哇，开的时候有点重，因为你什么意思？我看一下，看不完。谢谢你的生日会，离开的时候有点重，因为已经跑在我心里，夸张了，敲你，是我忘记国庆了，只记得我生日。提早祝。哎，早日找到白马王子是谁呀、啊？在这里还满意这个千年魔术师的千年魔术，满意，棒棒的，真的很有那种千年椅的感觉。谢谢，
我绝对没有人气，只有福气是谁？其实呢，今天 OK， 让我分享一下我的生日会的感言呢、啊。我的确呢是会因为那些不能出席的朋友的数量，让我有一点伤心的。可是呢，最后我会一直想的就是，我为什么要为那种没有来的朋友而伤心，而不去珍惜那些有为我来的朋友呢？然后其实我真的很感谢，很感谢今天所有有出席我生日会的人哦。我觉得只要你有搞这些 event 啊，我觉得今天的感觉还蛮像摆喜酒的，好累哦。我觉得好多人都觉得你结过一次婚，你就不想结第二次了，就是很恐怖的那种感觉。所以我今天所有有出席的朋友在我的心里面的地位哦，真的是高了好多。其实都是朋友啦，听众你们都大部分都有出席，所以你们棒棒的。今天感觉很温馨，对。Hello Steven Line， 你看你的生日多重要的，没有人家庆祝过生日。臭妹妹，今天 Gladys 特有气质，你是不是因为我生日所以才赞我？啊 ，Child， Happy Birthday in advance， Thank you guys。什么意思？国际化宣言模式表演，国际化有分国际化的。是 Pat 没有来，是臭 Pat。Black Sea， I cannot say。国际化的宣言模式，不要再不要再没有再了，我真的很开心啊！今天就是 After That， 我就在想，真的好多人很爱我。OK， 是。我可以 feel 到你们对我的爱，我很老实，不会特地夸你。好啦，我收下啦你的赞美。我其实我挺自卑的，最近这一段时间啊。然后也谢谢那些有给我一些正能量的你们，真的有帮助很多。而且我还蛮不喜欢我那件衣服的，我觉得我穿起来很像安迪。然后，你们大家都说我那个衣服，那件衣服很美，还挺多人问我那件衣服哪里买的。哎，这一点也是觉得啊，比较有自信啊。不要紧，最重要的是有心与祝福，有没有来也不重要，真的也是。有原因的啦，有一些的确他们没有原因的。想帮你拆完后面的礼物，没有啦，我拆礼物呢，因为刚刚有一位，其中一位听众他的礼物在这，他就赶着回酒店，然后他就说很希望要等到他回到家，回到酒店的时候，叫拆开始拆礼物。然后我就在想，好吧，既然是这样，我就跟你们聊聊天先咯，可以吗？可以吗，妹妹 ？Hello Apple， 什么都不要想最好。我回来了，所以你现在还在开车吗？白苹果，当然啦，我是新加坡人，送了日本皮卡丘做了一场属于你的魔术宣言表演。嗨 ，Apple， 那件衣服不错啦，很配合场面。你后面加笑是什么？你觉得是什么？老土是吗？Hello， 心灵不算国际化吗？国际化是怎样？因为你在新加坡散给我，所以你是叫国际化吗？原来还没有，还好没有穿这件衣服来，你会死掉。死你头！之前好像是你弟弟动手术是吗？还是我记错了？是我弟弟动手术。I try， 对 I try， 而且我也还没有到马六甲，要到了，小心开车，不可以太 message。今天的生日会我很开心，真的吗？谢谢，很感恩哎。嗨，维贝，所以今天我的生日。庆祝我的生日啦，其实还没有到啦，
还有半小时才到，哎，三十一分钟。今天最美，谢谢。婷婷，这剑会让我流鼻血到十年后。这样，我今天很多 guest 都穿到会让人家死的，有没有死？你的粉丝的名都很长，没有啦，他们的名字在后面的。先离开一下，等一下回来。好的，蛋糕好吃吗？好吃啊 ，Terry。我可是吃到完诶，我两层的蛋糕吃完了。还有剩下两片，我刚刚在楼下有跟我的 housemate 屋主 share 吃了，然后他们也买了一批蛋糕给我。水果蛋糕好吃，很感动哎！一个外人，然后突然间帮一个外人啊庆祝。Hello Jason， 还有代替品，代替品又进来。我今天只看到你和你姐，其他的我都装看不到。装啊，就是都是装的啦。Like 吗 ？I give one。生日快乐，第一次进来就遇见你生日，谢谢你 Vitaly， thank you， 下次还要再来哟、哦、还有秀哥哥，我喜欢今天的巧克力味的蛋糕。对啦，我就是带那个蛋糕回来。其实我昨天我今天的 cake 呢，下面那个蛋糕叫做 double chocolate salted chocolate， 忘记什么了，然后上面那个其实是 cheese cake 来的。这个安迪好好，安迪还单身吗？单身你的啊，60多岁了。然后他们是全家人，而且他的儿子呢，30多岁这样子啊。然后他们是全家人一起帮我唱生日歌，然后我特地赶回来，好好好感动。别自卑，你是最棒的，你知道吗？你的出现是什么？总是，你的出现总是令人对不起，刚刚没有听到你的回复，刚刚 lag 机。OK， 我的回复是什么？我忘记了，我讲了那么多话，不过，我是说你在新加坡，所以是国际化的宣言，是真的。So I give up. Why you give up? 如果其实你在 Malaysia 嘛的，如果其实是 Glady 是用 Instagram 出卖了他，结果其实是 Glady 是你的 Instagram 出卖了他，是谁呢？我在 Terry， 我刚跟你讲是什么出卖了谁？安迪，我爱你。其实一群朋友庆祝生日是什么感觉？应该是很棒吧，我都没有试过，可以 try 一下啦。我觉得就是，因为很各自不同的圈子的朋友一起来到，但是呢，他们一出现的那一刻，你会啊，谢谢你来，因为真的，我今天是主角，我是一个很怕做主角的人来的，其实，哇。要如何控制自己要做主角的那个感觉，其实还是一门学问啦。我还蛮开心的，你们来。Not really sure. 怎么一直咔嚓咔嚓咔嚓？对啊，我一直咔嚓咔嚓，是因为我 print screen 的时候才会出现的。现在没有人气，只有福地是谁 ？I haven't fried yet. I changed the date.对，哦，你去 to September right？ 想巧克力的巨蟹狗是谁？我也喜欢巧克力。上马六甲了，回自家小心开车，不要写 message。上 live 的留言在 lag 字吗？应该没有啊，我还是看到，可是我念到很慢，很容易第一次。生日会我能参加，我一定会记到老的。我跟你们说，今天你们有出席，你们小心一点啊，我会记你们记到老。
我喜哎，你喜欢我表演就好，我还害怕你不喜欢。喜欢啦，当然。你没有看到我留言？有耶，有耶，现在有。Darling, happy birthday soon. You call me darling. You call me darling. So you are Deslo? Deslo 是巨蟹座的嘛？今天的女子节演得很好美。好多人说你安迪，安迪也有那么可爱吗？谁说我安迪？你哪里听到人家说我安迪？好笑的是，我 WeChat 苹果说帮我拍多点照片。我问他为何知道他在你生日了，他问我为何会知道他在我生日？为什么不会呢？把苹果你那么红，没有啦，我们开播的时候有提到吧。可惜我没有跟 Geraldine 的合照，为什么不去要求啊？难得 Geraldine 来哦。Hello Winky， 其实他们呢很闷的时候，他还挺期待有人会过来跟他们讲话或者跟他们拍照，除非是在一些很公开的场合，因为这个是 private 的场合，其实他们可以跟你们拍照很开心的。如果是在比较公开的场合呢，他们比较怕拍照，是因为也不会怕拍照啦，其实也是很开心的，其实你们可以跟他要求合照。你是现在的总是主角的啊？哪有，问你哦，你觉得今天食物好吃吗？我没有什么吃到耶，妹妹。不过我知道他的店的东西是好吃的，他的自由餐的东西我吃的时候都冷了，所以我不懂好不好吃。You don't know me? No, bye bye. 你都没有放自己的名字，我怎样知道哦？我问你是不是？已经夜榜第一名了耶！会不会自己坚持到明天呢？唱首歌来听可以吗？你要听什么歌？女神记得我，好荣幸。今天阿美，谢谢白苹果，明明是女神顶，白苹果明明 ，Happy birthday，Thank you Wimpy， 猫气猫气，一定是那个死白痴的猫。所以你是说刚刚那个是老猫？哪一个 ？Hello， 蓉蓉。女神现在笑容脸好严，对呀、啊，我不懂我本人会不会这样圆啊，但是我上镜是真的很圆 ，sometimes 才不圆，谁怕拍照？我害羞一句，害羞什么？其实你的 Gladys， 你的 Instagram 出卖了，哦，出卖了苹果，明白了。因为你拍到他 ，OK， 明白了。所以你是看到我 Instagram 才知道白苹果有你拍，因为拍哦一开始的时候，白苹果在我后面帮那个气球，我很直才看到 Win， 在你有跟 Win 拍照吗 ？Hello， 好美 ，Samuel， 要有拍到那个张嘴大大的，他要走了我才看到。有啦，你们进来的时候我好像有跟你们说他拜呀、啊、就是你在呀、啊、这样子。要死什么，要死什么爱人。他们 why you didn't come， 他没有心哦。他们穿那么露，我很难得露点呢、欸。我不能说你神经是不是。本人很瘦很白。有没有哦？太胖不能去见人，等下丢爱人脸，所以不去。爱人，我觉得可以讲，我今天很混哎、欸，真的，因为很多人放飞机，其中一个就是你哦。Hello Cassie，first snap 就 snap 到 white， 对 white apple， 帅到不行的 David， 还有伯母今天也很漂亮，对啊，妈妈很漂亮，我觉得很可爱哦，妈妈。我自己都觉得我妈妈很好笑。好久不见，好久不见 ，David， 好为你 P。
I know TBQ with Win， 为什么？为什么？哦，因为 Win 很快就走了。Win 的人很好玩的，他今天竟然为了我穿了一个小白裙哎，我觉得也是。你的宣言模式是在你就不是女神了，而是美丽动人的女神。谢谢你，魔术师，美人开心哦！今天真的很开心，就是听众棒棒，因为听众应该90%都有来，但是我朋友应该有50%没有来。I forgot bring sunglass. And 什么 sun？ 什么意思 ？Go today？ 真的哦，很恐怖，不能丢你。你爱人不要紧啊，你已经做妈妈了啊，没有什么市场啊，没关系。啊，宣言啊！我的宣言模式会让你。什么呀？哎，阿麦点给我自己 ，sunglasses， 还敢讲你黑哦？这样白，你黑是我才，我是比我姐姐黑，但是我也算是比较黑的女生来的。爸爸，生日快乐！谁？你妈咪一直叫我吃，你很 excited 看到这样大的气球，我好像简直看到小孩子乱跳这样，真的很开心啊！气球好大，你这样看很小是吗？你在夜晚第一的，相信我，相信我。哎喂，你们会听到我拍照的敲这样子的声音是吗？阿伟今天也是吓死 Gladys， 我太胖了，而且又硬。你不要再讲骗话了，我真的看到你，我想瞪着你，瞪死你。Hello， 我是 Tiffany Tang。你少来，别先加，真的啦，先加。耶、yeah, ，到了。Hello， 蓝胖，陪你过生日，谢谢。原来 Gladys 今天生日，我生日快乐。我不是今天哦，我是明天。我今天搞 birthday party 啊。And then 我们现在呢还有大概20分钟这样子，我们等一下要靠到我们 birthday， 一靠到了之后我们就拆礼物好不好？好期待哦！今天真的完全没有偷看，因为我一回到家呢我就洗澡，然后呢我就看一下手机回复那个 message 之后呢，我就再回来拍这些礼物，然后我完全没有偷看。我跟你们说，我真的好厉害，我忍住，因为我怕我偷看了之后呢，我真正在你们面前开礼物的时候呢，不是第一反应，所以我没有偷看。我也是其实想给你惊喜，突然出现，可是我外婆骨灰的事，所以来不到。如果你来，我一定很开心。不过你，谢谢你有心。Really， 你送我宣言呐、啊、？Thank you, really， 我有拍起来哦。我今天站到一次过看到姐姐和妹妹，就差你没有看到胖妹是吗？谢谢思维，不是市场问题，是怕你丢脸，不会打扮，不会穿你。你在讲这种话，我真的是把你要不会讲。回到家了，听到。听到啾啾，我拍照的声音。毛球叫人生怎么难到底是谁？哎呦，你妹！你自拍还是我是 print screen， 因为电脑 print screen 的声音是啾啾这样子的声音。人家国庆宝宝，好超好 sweet 哦！马来西亚因为你而独立，什么鬼啊？马来西亚独立的关我事？我故意赶回来看你的 ，Thank you， 蓝涛，我期待你的礼物也很重哎。今天是我的弟弟，他比我高。今天来的是我弟弟，他，你知道吗？那个石头 pad 哦，
他讲他是150哦，比我还高级多，你知道吗？真是啊。然后我妈妈很不爽我穿那个白色的那个平鞋的，我今天不是穿一个好像校鞋这样子的，我妈妈很不喜欢我穿白鞋，然后她就讲好像很读书的鞋子这样子，然后她一直叫我换高跟鞋。其实我买了一双高跟鞋的，在昨天我没有穿到耶，因为我一穿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很像安迪，整个人很风魔区，所以我还是为了融入你们一点，然后我就穿球鞋。明年助理生日也是初音的生日，初音除了我生日，初音是哪一个初音？你已经偷看我礼物了、啊、你的礼物不是偷看，你的礼物是明看好不好？但是真的很奇怪的比克就没有鼻子，我想帮他画一个鼻子。 Harry 姐爱今天二姐很漂亮，真的我二姐超漂亮的。哎，心灵有来没？你辣 set white dress code， 你可以不要穿 white 来的吗？还是很多人没有穿 white 来呀、啊？妈妈也是穿 pink 啊。我衣主服全部 black， 为什么也可以那么美？我哪有 ？Hello Lily， 哎，不要这样开心叫力，重新。竟然叫茉莉，很贱的、欸、你今天真的很贱的、啊、你，蛮想为了不要就是独立职业的，你怎么那么你那么粗鲁，刚刚鞋会坏掉，你又扎我又是我错，你是 ND 我都爱你，祝你。我跟老公说我爱人今年18岁生日很隆重。你屁啦你。 Hello Kevin 还有 PDF 回去，你要比我矮，因为你没穿高跟鞋，你自己说我穿高跟鞋也是跟你挺高。 Remember 不要 kill me and Shane 小文哦，你是说你那个礼物我会 kill you 啊？你不要，里面是蟑螂，我真的是酷的，我跟你讲，如果你是蟑螂，你现在就好跟我说啦，跟你说生日快乐 Thank you， 今天开心真的。初音就是那个哦，真的那个青色头发的初音吗？What I do， 谁最漂亮？谁漂亮？你还要我面壁思过？没有，我要去，我去那个 corner 那边画圈圈。Lead British Pretty 哦，企鹅。Lead 今天帅到爆。哎 ，Pat， 你不要站立耶，这么要站立哦。姐妹超像，真的全部一个模子出来的，真的吗？我如果你讲我跟我姐姐像，我很开心，因为我觉得我姐姐很漂亮。嗯，我今天没送企鹅是谁来的 ？Hello, sweet Connie, finally you are, you come。我39岁的都还没有搞过生日会，你屁啊！39岁，你这个臭安迪，明明那个24、5岁这样子的小屁孩，没有蟑螂，不过那个 ，but the plastic and what？Inside the thing size seem as different. OK， 等一下我就参加那个感觉。你不要生气，是你笑才那么说的。我没有生气啦，思维逗你笑。OK， later lead tonight can't sleep. Happy birthday, wish you forever 21. Thank you.文德泰必增，你的笑容也很漂亮，只是你缺乏信心。谢谢。好了，你44岁，你哈23岁。I am sweet corn now. My sweet corn PDF。你看吗 ？Plastic boost。Because
plastic 不是 I buy the 不是 I buy the whatever OK 等一下我就知道我可不可以第一个就采蝶礼物那那我很想看耶谢谢 Charles buy the different 天空有你的明亮就只有你的灿烂面试吗Back 大礼物小是正常吗、哦、对啊我也是觉得 Back 大礼物小是正常啊周末我要 Q you My phone cannot see OK so 其实 PDF 是谁我真正的身份我不懂会很过分吗还有十分钟 Beep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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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 can open present now 对我要一起十九八七六这样子忍住十分钟哇想看了代替请周末我要节哀呀我是帮我外婆办礼仪不会的地方可以啦 A different really 舅舅他走了很久我的外婆对 我听起来我也是认为你的外婆是走很久所以我就没有说接案我的学习模式让手机受不了一直 crash 好好好好牺牲哦等一下我们一起帮你倒数好的我还问你再过十分钟就是你认识我一年了其实我认识你就是这一刻不是这一刻就上几个小时啦因为那时候我们你不是不是不是真的真的明天才对明天就是一周年我的生日什么意思胃痛没事是 con 吗所以 PDF 现在是 con 吗什么胃痛每做宣言模式就会这样就会 crash 吗就是 not first time 的意思 I go toilet first OK 我很想拿我的礼物丢掉太蠢了你上一年的礼物不存呢你觉得请问冷气冷吗Sorry, I misunderstood. Misunderstood 是什么意思十二点你要注意外面的天空的烟火是为你而放的我听就好啦我看着你们比较好I first time see Gladish today First time? 今天有谁是第一次来的除了熊猫以外好像 First time First time 的听众没有吧 First time 的听众艾伦为什么那么要那么开心生日越老越睡怎么办结婚就是你这个问题你其实要娶我再等一点就是 EX 一年的都好像是耶我们的绯闻就是这样子不断的传出来是吗不是啦是之前就传了的啦So happy 还记得我去年的生日吗的礼物吗是为去年送我的礼物是你送我的礼物那时候你叫海军哥是吗送我的确定你上面有跟我庆祝生日？
两生日之后才出现的、啊。九九九九是生日那天呢、欸，应该不是生日那天吧？问你什么？等一下回来，我陪你倒数，叫你们记好的 James。KK 七分钟，所以七点狗不会。PDF not secret 过来的，所以 PDF 是谁？为什么第一次见我？就是告诉你个秘密，许愿的时候自己知道就好，因为容易实现你要的愿。好的，我会在心里面许愿的。等一下，今晚卡卡的无言了。没有福气，有福气的人是谁？去年我没送礼物吧？你那一箱 Rose 啊，我妈妈一直问我是谁做的，我刚刚都忘记跟她讲是你。如果没记错的话，我送你去年礼物是第一个9999吧？好像不是在生日当天呐、啊。嗯，平平到狗狗山。看到狗狗是谁？就是是狗狗可以买 account， 还是比较喜欢看你版的吧？所以我放的吧不好看。他的第一个99是柯总送的，真的是麦送的。本麦他不是在我生日的时候送我的。但是在，不过在我两开播的几个月的时候啦，一直叫人家等你怀孕，等我怀孕 ，OK？ 这个好吃哟，万之甜几句，日历送怎么给爱人在？爱人要不要我先给我开那礼物？他礼物没有包的，你可以笑他啦，可以笑他。他叫 Agnes 哦，拿给我。然后呢，你要看没有？他礼物没有包的，就是一直祝福你认识。我今天没送，我一定要削你啊！早中贵子回来了，妹妹绿送他绿帽，真的，今天真的，他送我很喝的东西，今天很喝的，而且看你礼物。喜欢你啦 ，Hello， 还有四分钟，我已经听到鞭炮声了。烟灯很抢眼，对呀、啊，喜Remember that guy? Remember? 为什么会记得呢？是因为他跟我爱人的老公一样名字。我妈妈懂了又怎样？啊，原来是呆呆的我来的意思就是，啊啦，呆呆的我。谢谢你，我给你看了，一进来就看到那个灯在闪，不要紧啦，这样闪闪闪闪才好嘛。好吧，我错了。你错什么？你妈妈懂了又不准。那必叫我给你，没有啦，他就这样子拿，这样子给我而已。好啦好啦，你送的，既然是你送的，对啦。对不起，刚刚已经三分钟了，还有一分钟，还有一分钟，惨了，这电脑累。电脑累哎，你们看到我吗？
Happy birthday！ 大家看到我吗？其实这样子是要靠到了吗？我自己看是卡了。看到 ，OK， 我自己看我自己是卡的，现在没关系，你们看到我就可以了。Happy birthday！ 零零零零了，我的电脑，所以我没有靠到的，不客气，谢谢你们，耶、yeah! ！是不是要用一个5200来？希望我是第一个，祝福你，真的是你第一个哎、欸！哇，我电脑我电话就一直在响了，真的5200 ！Oh my god！ Happy birthday to me！ 哇，我的白痴喜欢听我，我的怎么痴不来了？生日快乐，零零零零！因为我这里一点了，我就9点多10点去休息。Yeah！ I love you， 你的头发，开玩笑。几岁？几岁？21。每一年好像我都21哦，每一年生日都21。还好我送第一个5200哦，对呀、啊，非常非常感动了，对，很开心，谢谢你们。21岁，每一年，原来我们同岁，有没有心虚的感觉？耶、yeah! ！Happy birthday to me！ 来，等我开生日歌一下，意思意思是要这样子的。Happy birthday 上天啊！好不要脸哦，这个人 birthday song 哦。OK。是嘛，都这上来的哦。Happy birthday to me！ 没有心虚，我听到的替你心虚，你臭小子！妈妈今天一直看着你，是不是？我其实开到很小声，你们听到很大声的是吗？不，什么 ？From good friend to。可不可以来一个正常一点的 birthday song？ Birthday song， 哎，没有最简单的 birthday song。Happy birthday to me！ 今晚眼睛为什么这样肿？因为哭到肿。对啊，应该是哭了很多次哦。真是听掉。有，这是什么？我记得，我听朱浩仁唱的，对吗？朱浩仁没有唱哎，他不在这边。哎，我基本上都留言了，等一下。生日快乐！浪漫的地方。在外面广场那里放烟花庆祝，对啊，现在其实外面呢好多烟花在放了，应该可以许愿吧？真的吗？你们要我许愿吗？谢谢超神五二零六之类的五二零你们的谢谢。Thank you Jaco， 你的影票等下给超。你看我的就喜欢，所以什么安妮 ？Happy birthday to the ladies， 你后面做朋友。今天到底林家俊有来吗？有啊，林家俊有来呀、啊。林家俊就是那个没有戴眼镜，跟 Win 坐在一起，然后旁边是朱柳，朱柳是歌手来的，其实。体验吧，真
的快乐，对你事业越来越漂亮，早就找到男朋友。谁说我没有男朋友？男朋友一大堆。夜猫子 ，Thank you，Thank you， 在红在和幸福，喜欢他有来，没有戴眼镜好像很多。他是没有穿白衣的，他穿到灰色的衬衫来，被我骂了。哦，最后帮我点我的蛋糕的，一个戴帽子的，还有另一个帮我点我的蜡烛的。Lady 请你身边开心吗？开心。严慧婷也是。生日快乐 Gladys， 我七岁了，也祝你今晚想什么梦什么。好的 James， 我这个好像很特别哦，这个再看我安排的人在你家外面放烟花，好不要脸哦，爱着你。 Happy birthday for them， Happy birthday to me， Thank you， 是空空，难怪我看了很久没有带你真的不出来。你要开礼物了？对呀、啊、我要开礼物了。林家俊本人比较好看，真的本人比照片好看。哎，他知道一定很开心哎，因为他也是三米。哎，人家现在单身哎，很可怜哎，帮他找一下伴侣。孩子问我你有什么来回的朋友吗？家俊不是，对啊，家俊喝水了吗？才是重点，喝水了。生日快乐 Grady 先生，谢谢你 Apple， 你的点数已经就是要比别人高两万了。那很好， Thank you Charles， 999耶，哎呀，哎，楼下在开光了。你慢慢许愿先，我冲凉啊。小文你不靠我许愿啊？开玩笑啦，去冲凉。叫他 PM 我介绍给他，真的吗？啊？等一下开吧，等一下你开播完我就倒了。所以你回到家了吗？白苹果，你跟他说你朋友里面你最……好，我们放国歌吗？开玩笑啦，没有办法放国歌啦。我继续播回一些轻快的歌，然后我就拆礼物啦。哥哥完全没听到，放心。谢谢你魔术师的300万，听到国歌要起立耶，所以我没有开国歌。对啊，我到家了，刚刚告诉你的。好的，所以你在看着我吗？卢卡拉古，南亚杜拉卢卡，六道拉古，我装好了，在你再许，好吧，等一下我再许愿，没用啦，要12点许愿比较好，然后等我许一个愿望就好。哎呀，心想事成就最好，开玩笑。啊 ，OK， 嗯。呀 ，OK， 许完了，会很贪心嘛，就许很久。嗯，我去睡了，起来再跟你说生日快乐。好的，拜拜 ，Rachel， 你许到明天12点，打你。希望和我复合。讨厌，尝到那个烟。你不王名字的阿里阿高胆啊，阿里阿高胆，木都热萨玛。你关着眼睛，是要我们听你吗 ？I reject， 跟你不和你 reject， 这是你不要自有爆粗口，虽然我不会讲，不要会爆粗口的歌吗？现在已经12点了，你许的所有愿望都能实现，这么好。
听到复合很开心，我才没有跟过他还在一起，你为我眼光那么差。傻婆婆，今天差一点就是你没有说爱你 sad， 你送我一朵花，我跟你说爱你。哎，企鹅跟丽今天有绯闻呢。丽 reject because you got 企鹅。哎，断线了，断线了，刚刚不小心按错，刚刚一直看不到留言，要一直 refresh。哦，可怜的爱人。Never mind, you still have me。继续许，要到明天才领。臭小文，等一下我睡觉的时候关着眼睛许愿。在楼上等丁。那个绯闻由来已经很久了，真的，竟然在我的场这样做。OK， 我现在呢会给，因为我要方便开礼物。所以我就会让我的留言 outdoor 的 scroll， 我希望他不会 miss 掉很多啦。重点我在这里零 point， 笑死。OK 啦，我现在 outdoor 就是 scroll 我的什么的啦，然后我把我电脑推远一点，好，这样你们就可以看到我的礼物多一点，这样子可以吗？你慢慢，我小文先，我就是要开小文的礼物，听说会想要骂他了，我为什么要骂他呢？我想看看到底为什么。你们不开礼物时应该会 miss。 好啦好啦，不闹你了，晚安晚安。 Hello Jenny， Just plastic day。 One big, one small。 你是说什么？ OK， 这个是因为这个大里面小而已是吗？你的意思是这个大里面小而已是吗？为什么这个还要再加这个呢？你们傻傻了，这个意思吧，这样我没有想要骂你啊。我都不会了。你这这么傻瓜，你以为我这样子会骂你啊？这么会骂？ Why ever ask me food then I'm a food 咯。吓了我了，我以为我这样子要骂你。没有要骂了，我包的，对，自己包的。 OK， 我要开了啦。刚刚没有啊，我就真的开这个先的啦。礼物我都没有看过，啊，多么痛的礼物，你成了我的全部。又带一个环保袋了，你就好了。可是花买咗个哦，妹妹，添咗啊，后边添咗，冇得用咗。开的啦，我可以这样，是啊，这样子开吗？可以不要小心这样子开吗？想要 lucky me no right love letter， 为什么没有情书？很容易开的，不需要真开。我觉得 unbox 就是要这样子撕烂它，给人机真开的。我的小的 luggage， 我的小的 luggage 是怎么来的？什么意思？ Passion people carry 什么看不的什么来的？装东西的吗？可以开来看看吗？好奇耶！惊喜在里面，我不要搞砸的哦。明天买一堆礼物只给你撕，不用，我是指你，你干嘛要买礼物纸？嘿，真的是一个老天神，你很玩，里面有什么？
哦，这个耶，我知道这个耶，我知道这个耶，我知道这个耶，谢谢，我知道这个耶，我的窗户讲很多次，哎，我喜欢 ，Thank you， 好可爱。哎，你放过来？哎，没有，你放了一件事情。我的 luggage 还可以连这个哦。给你旅行装衣服的，里面的东西不是重点。他们俩 Q， 谢谢。Think I don't buff you right？ 可爱，谢谢。Why people make me mouth by for what？ 很可爱，这个 OK。So the next one 要看哪一个？我不懂哎。我真的有一些东西，有一些人的礼物忘记谁是谁的，怎么办？有没有卡？里面有没有写卡片哦？这是谁呀、啊？这是谁送他啊？Flashback， 讲完那么有心，难怪格迪斯那么爱你。哎呀，冷好 ，I correct 了 ，lucky， 叫他们认你。我送你的东西，跟那只，这只有关的吗？这个牌子在我面前，这个风也密。我喜欢我就是想要找你谈的，刚好。我这也没有卡片，我记得你的太重了。蛋糕，那个是 Wayne 送你的不是吗？ Wayne 送我的是这个， Wayne 送我的是这个，我看一下姐啦。啊，好好用的这个东西。护肤品 ，OK， 先放一边。帮他告白，你是帮他告白，是帮我告白的吗？我是猪咯。Hello， Teddy Bear。Hello， 蓝雨熙。Yeah，Happy Birthday Carl。Oops. Happy Birthday to me 啦。So bad。哎，这个我忘记了是谁的嘞，里面不懂有没有卡片，我开来看看哦。So many presents 呀、yeah! ！我刚刚就讲了，如果你搞 birthday party， 你就会有这样的 present 了。但是搞 birthday party， 你最主要是你的心脏都够大。我应该就是一生人呢，就是这一轮最多礼物了的。你们要看就要趁现在，因为我不打算搞第二次啊。女人就是不一样。Hello, handsome daddy. Hello, handsome. I'm fat potato. 因为我觉得很压力耶，搞不这那些 party， 我怕我招待我做不好啊，我很怕耶。What is this？ 有卡。小虎的，小虎的礼物，什么 ？pack bag 吗？小虎送我的礼物，对，是一个包包来的，它里面有一条带的，好特别。嗯，我觉得应该还蛮实用的。虽然我没有这样的背，不过他写的卡很 sweet 哎、欸，他讲祝你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希望你赶快嫁出去，哈哈哈哈，希望我赶快嫁出去，好啊，我也压力是自助餐啊 ，You invite me， no need to serve meals， I sit one corner drink lemonade， can help， pink lemonade 啊，2017年了，都是自己招待自己的了，看到你就好。你搞 party 搞到我心停止了，为什么？不要再吓我，可
可以放相机。对，我真的以为哦，有人要送我相机吗？没有，这个可以 swing back 的。Thank you， 小普。然后我要讲什么哦？忘记了哦。哦，为什么我会很伤心？是因为呢，本来我有很多 plan 的，本来浩仁呢要在我的 birthday party 唱歌的，那突然间就有工作，他就先离开了。不然的话呢，我今天其实是有音响的，然后我们可以有互动，有玩游戏也好，讲话也好。但是因为今天有很多歌手来嘛，他们其实可以轮流唱歌的。他们答应我的啦，啊，没有，就浩仁他可以送我的东西啦，但是唉，没有做到，所以我就 sad 咯，本来可以给你们听听歌，然后就没有这样闷了。看你去那个留言，哦，对啊，然后我又可以唱歌给你们听嘞，这才是重点嘞。我们等 steady 的自己。食物吃，对啊，你们拿食物吃我才很开心耶。今天看 Gladys 开礼物，还有各位的假期快乐，又多一天假期。我们又不是小孩。Oh yeah, I didn't write birthday card to Rush。但是我很记得你的礼物 ，Teddy， 我很喜欢你的礼物哎，因为你没有把我直接看到了。错过了什么？错过了好多。没有啦，我在开我的 birthday present， 我们都可以自己处理的。哇，好多人在 message 给我哎，真的快乐 ，Thank you， 真荣 ，Lucky I take the picture with him，take the picture with him， 有没？你有跟他们拍照 ？Happy I haven't buy present 你也没开始，我不介意迟来的礼物的 ，OK？ 你占我们的年纪听，我本来真的想唱歌给你们听的哦。你确定你不可以救我？你唱歌更好，对啊，就至少有音响，然后有音响，我至少还可以唱歌。Con singing also not bad。Con 我没有听过他唱歌。You sit my car every day sing non stop， 我一次都没有听过。今天不会闷啦，脑消，真的吗？我觉得最笨就是 pat 时候自己坐那边，好像那种孤僻这样子。空心都在假意，对啊，忘记叫你清唱，不能啊，那个环境这么的破，听不到吧 ？I have you take food give them， 很好哎，听你。不好意思，差那么多歌手。Con can sing， 别怕我伤心。你们爆料哦 ，Con sing 我怀念的，他很喜欢这首歌。HB Happy Birthday Gladys， Thank you Justin。哇，先拆礼物吧，不然怕你没有时间开完，还有半小时。只来这一句 Happy Birthday， Thank you。我 skip 你们那边哦，我也还没有送我爱人，九月才送。是啊是啊，我一天是给你的啦。Thank you, thank you, everyone。今晚房间很漂亮，真的，这地了，爱人一点的啦，你快点拆完礼物先。OK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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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我怕没有念到你们的留言嘛。You can't see my car light， guarantee you can hear。OK， 拆礼物先，拜拜。我不闷。你妈咪一直叫我吃，很忙。你怎么一直骂 Pat 泽？怎么 Pat 今天 complain 啊？没有啦，因为我很爱他，所以我才会一直骂他的啦。好多礼物，对呀。好，不理你们了。我真的 miss 掉留言，你们不要怪我哦。所以康会唱歌的话，下次我要听啊哈。什么？我只顾着我 present 哦。哎呀 ，present 很厚的。还有呢，这个花我很喜欢，因为很美。然后它其实可以保存很久的，但是我不懂真的不懂要保存在哪里啦，我们多等的。但是我妈妈好喜欢哦，我觉得可以买到大家的心。
然后加上呢，今天我没有说话嘛，所以这个话其实真的很好。我自己这样不要说话了哈，自打嘴巴。好，下一个，企鹅送的 lipstick 要不要看？他跟我讲是很好用的 lipstick， 可以，你可以猜到明天的。K 是企鹅送我的 lipstick， 其实我今天好像最早说话是 lipstick 了这样子，我还知道还有另一个 lipstick。康送我的 bag， 我跟你讲，真的这个很准哎。我昨天就跟我妈 shopping， 也是我的鞋子就在这里买的，你们信不信？我的袋子还在前面。我去买鞋的时候，我本来是想要买这个 bag， 我竟然收到 Con 送来的 bag， 好笑，好笑哦。我不懂是不是我看中的那个，很接近吧，不是我看中的那个，我看中的是没有这个铁的，哇，真的很接近哎，真的哎，那时候我还开他的背哦，我还发现他这样推，对，我觉得我一抽到的时候有惊讶到了，那么里面好像还有。是卡还是什么来的哈？啊？为什么啊？会有红包的哈？被跟踪？空跟踪？哦，跟踪是我，知道我要买 bag， 会有红包的哈？还是写情书给我啊？有红包，先递回去。有红包，没有啦，没有很后面。Thank you, 空空。很实用。我已经有两个这样的 bag 的颜色。哦，我本来没有 bag， 就突然间，等一下到处无数个 bag 出来，我就。算新年来了，新年快乐，很快耶，爱惹你。OK， next， 不然我只是开到我天亮。这个呢，我先讲 Teddy 啦 ，Teddy 送了我两个 sketchbook， 就是给我画画的那种。其实我上次去凯镇有看到了的，我跟你讲 ，Teddy， 我知道这个是凯镇的。不过我真的很喜欢，但是我没有买的原因是因为我刚刚买的。就说我的 stock 吧，有两本哦，所以以后呢，我可能可以等我真的练习练到我真的很厉害的时候呢，我可以画画给送给你们哦。OK， 国际皮卡丘没有鼻子了，这个真的脑子是思维，就是刚刚一直送我宣言魔术师送我。控制你偶像，你竟然没有跟他讲话哎！我真的可以跟你讲 ，Thank you Daniel， 下次有机会啦，有机会的。哎呀，真 say out 啦！喂，为什么不能，就不能 say out？ 我是因为我真的是有很喜欢，所以为什么我今天一看到你买的时候，我是。很开心的原因就是因为是我想要的东西，实用的东西、啊、期待你的话。有鼻子啦，那小的看不到吧，没有鼻子好不好，哪里有鼻子，好怪哦，那那种。这个是谁送的我不懂，有没有写名字、哦、有
生日快乐，谢谢你的邀请，不好意思给你添麻烦。为什么添麻烦呢？其实我不是有不是有意惹你生气的，我做一切只是想为你开心，希望你原谅你，体谅你的屁股，我哪有生气你，怎么原谅什么鬼，小小礼物不成敬意，最后一句谢谢你开播，谢谢你出现，就这样就这样。会讲就这样的呢，就是那个我的宠物咯。我的宠物呢送了我一本书，哇，我真的会变成文艺少女了，今天过后，对，真是 Pat 送我的。为什么你会觉得很烦呢？我很喜欢这种东西的，我收一百本我都不会腻了，这种东西。所以你是买对的，所以里面有没有写好什么东西给我。我没有生气你啦，拿去丢，丢你的头啊，十八公，那你现在又气我了啦 ，library， 以后我会有 library， 没想到你会松弛看不出那么文艺，我喜欢真的 ，OK。熊猫我在吗？熊猫，这是熊猫送我的，然后因为没有包，所以就看到了，就是这个我排的时候就看到了，保温瓶和一个保温杯，我觉得是实用的东西。开了那个盖，它里面有个个茶包，我不能用 plastic， 所以。这个嘴是 plastic 的 ，can try， 因为是保温的，所以我可以，这个比较好用，我觉得在我在家的话，我在家的话就很实用。Thank you Charles， 他没有看了一个 video， 然后得到了答案，本来是打算发红包的，怎么发红包？你有出炉？不是啦，它的盖子开了啦，什么出炉？哇，这个没有写名字，但是他们两个买的东西一样，这是 Rainy 的 ，Rainy 送我的，因为我为什么会知道呢？因为我记得，然后他写了卡片，他就写 Happy Birthday Gladys， 然后他是 Rainy， 好美哦。发红包真的很好笑，你们都结婚了没有啦？今天家俊他们不是发我红包，因为他们不懂要买什么吧。我要偷看一下是什么来的，应该是护肤品之类的，女人喜欢的东西。手的不错，实用，很好。茶手的这个呢没有卡片耶，这是谁送的？我觉得它的包装很贴心，它的这个袋的底部跟这个一样。不然你想什么？早知道你也包红包，爱人你没有，你没有情趣哦，你烦死，可以自己去买。对啊，其实我很想要印照片呐、啊。哦，灵感来自那个，不懂浪漫没有情趣，不懂浪漫没有情趣。这个也是哇，一样的礼物，他们两个一样的东西，不过他多了一支 hand cream。 OK， 一样的礼物，不过他们很了解啦，因为我的手真的很糟糕。海苹果叫我千万不要变的礼物，我跟你说，今天他点了一下，
呵，把苹果装礼物哎，好可怕，最怕收礼物，为什么？我最怕送礼物。买苹果送我的是跟刚刚我开的杯有点接近哎，就是杯子而已。但是它杯是比较特别的。我要不要开来看？你们想要看吗？买苹果其实呢，他送我的礼物呢，不只是这个，而是我身后这些白刃呢，都是他送我的。你知道这个礼物，这个白刃有多大吗？我要拿来我身边比较一下，你知道有多大？它是比我还大，看到吗？它在我的旁边，它是比我还大哦。哦，我们一直没有注意到令图哎，我做到很粗，这么大哦！蹦蹦你的头，然后它里面呢是很多小气球的，看到吗？其实我很怕很怕气球的。哦哦，上去了。哦，又上去。那个气球超级大，对啊，他们都不懂要怎么带走。我是裤子来的，但是我在拎图，我一直把脚打开，一直看到好像很开不开到忘记这边，真的忘记了拎图，所以我脚开到很大。其实我是穿的很，它是裤子，然后裤子来的。什么？我今天不是穿裙，鸡鸡。啊、哦，这种杯也是很好用的。是保温的那种。你怕气球，结果你带了整车气球。对呀、啊，我怕气球的。我很怕气球，所以我都会一直会想到那个嘣的那一刻。OK。金币和 Lemon 自己送我的，应该是香水。我对香水还蛮怕的，就蛮怕的意思是不懂买到适合我的味，我喜欢的味道没有。如果不适合的话，就再打算吧。Jack 的，还好剧情没有爆，我觉得我爆我会一直都有阴影。我们在担心那个气球会影响你价值，不会啦，我很 pro 的。礼物，还有好多礼物，还有一半了已经。Oh my god， 林总看到你很清凉。哈哈哈哈哈。这样 ，OK， 好，挡住这里了。还好没爆，不然不知道你还驾到车没有。卡迷神的时候不能叫到你了是吗？OK， 这个情书，看一下 ，Happy Birthday。OK。没有啦，我觉得 Jack 的人呢，他是比较是有一种个人的一些想法，也不是想法，就是其实呢，他每送我一个礼物呢，他都会是有一些意思的。然后之后这个是算是。一个结局啦，就是那个故事的结局这样子。本来一直想买香水，幸好没有。所以我说我送的东西，可能那蜜蜂有关啊、哦。对，因为不可以用铁是吗？Jack
有在吗？就应该有默默在背后在看。那没事，不然你真的是超级感谢主办方 Jack， 没有 Jack 就没有机会看到隔壁，超感谢你。对，他就是在说这1612的故事，小王子的故事，他在说着。所以下次可以和大家一起分享小王子的故事。所以这个会是什么礼物呢？哇，好美的盒，好美的盒子。曾经上一年的一些一些过程不是经历过的东西啦。 OK， 哇挺感动的，这样子看的话。 OK，之后慢慢看还是直接看呢？直接可以直接看吗？之后还可以慢慢看，还蛮特别，我觉得他的人这样看的话 ，feel old? No, not old, but it's memory, the memory.mini print 的，因为他昨天去喝茶的照片的还有在。OK， 值得收藏。盒子也很美。什么意思 ？Charles Jack 下定金的不是吗？不懂，我爱人没有告诉我这些，我特好特别有意义的礼物，可能。在举办这个生日会议的开始就是 Jack 啦，这个是我妈妈的礼物啦，我在想要不要开啊，要开妈妈妈的礼物放一点。Simon 没有来，为什么没有来？熊猫，你的礼物已经过了，谢谢你送给我的礼物。然后呢，这个是谁呀？有没有写名字？我忘记了。有卡片。有卡片本没有写名啊，我记得他来的时候，我看着他，谁啊 ？Rush 来的，就化妆品，谁呀、啊？你看没有写名字就是这样子咯，为什么不写卡给我们？妹妹呀、啊，妹妹是你的、啊，为什么没有？妹妹送的，哎，我记得你一来的时候，可能我不就看你哦，忘记了是你的，为什么没有卡片呢？你看有一张卡在里面，你不写一个名字给我 ？Thank you， 是 Brush 来的吗？耶、yeah. ！
有哪一个人来的时候是你没有妈妈，你没有骂他的是吗？可以开三万送你的吗？可以呀、啊，忘记写，怎么这样凶起来？开玩笑啊，哎，这个也没你，三万送我的，三万送我的，这个吗？是三万送我的吗？三万，应该是这个。他们送我的，肯定是最后一个姐姐拍照的，是吧？对呀、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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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漂亮没有？怎么这样凶情？这个应该是他们送我的，也是没有写名字。嗯，OK， scrub 来的，也是 skin care，skin care body scrub 来的。这个不是 Samsung 的， Samsung 的是哪一个？我就是为什么没有在？这个应该是我朋友送的，是 foundation 来的。Samsung 的吧，没有聊啊，没有什么礼物聊。这个是 Alice 送我的。我的朋友那个 Alice 原本要送更多，我已经很喜欢你的礼物啦。 Hello possible， 这是 Alice 送我的，看这边。哎呀，他不懂我耳朵，不可以乱乱戴耳环的，他是国外的，不是很美啦。很简单，很美，根本就是我的 taste， but 我真的不能戴那种会让我敏感的。可以 try 一下戴啊，谢谢，很美哦。First time see people， 开礼物两小时，我哪有，我刚刚一点才开的。那个不是 brush， 是暗格，是有暗格哦。看来是要开你的礼物的意思啦。好，开你的礼物哦。我喜欢吃这种化妆品。很困难的。哈哈哈哈哈。小心，不要卡住。是了是了是了，孩子跑了，孩子跑了，原来是这样子的。 Sorry， 孩子在摇。哇哦，老妖乾坤。Thank you, 妹妹。CD 哥哥。什么意思？还有一个。有啊，看到了。哇，还有镜子，还有镜子，很美耶。爽了我，爽了我，爱人什么是给婆，怎么来的？怎么有给婆 ？OK， 这是 Charles 的礼物，晶晶卡片我看了，不要念你，你们听。我很喜欢它的包装，我跟你说，
是真是纸，应该是很环保纸的方式来弄出来的，那种蘸水啊，然后之后它就变成一张纸，但是它的纸上面呢有好多花瓣干了。要拿出来嘛，其实这样子就看到了樱木啊，是燕窝，就是燕窝啦。要拿出来吗？可以不拿出来吗？我觉得它的包装纸很美啊，可能只是燕窝的盒子。敲是礼物啊，人家，等下不要讲太多给人知道，等一下，你们编我，那、啊、应该就是夜魔的盒啊，搞不好很好邀请困，夜魔已经很好了，好不好？你们都不要讲，我可以不要猜吗？我很喜欢他的纸，我很怕我现在猜呢会弄烂，等一下。要猜嘛？敲是要猜嘛？来吓你的，那你是可能里面是发财是什么意思？可以不用开，因为要需要猜的。好的，新年要到了，什么鬼？这个就是燕窝呀，我很喜欢它的包装，我不要开。这个呢是 Jefferson 呢。在Jovin生日的时候先送给我的，那时候我收到的时候很 surprise。Lipstick, YSL Lipstick, and then 呢，真的是刻了我的名字，所以是真的是送给我的。Thank you, 熊猫。今天 Rico 有去你的生日会吗？他临时有东西做，所以没有来的。也是 lipstick， 哇，我真的是可以开什么？可以开书局，可以开化妆的。Joey 送我的，其实直接看到了头油和选布，Rico 有 shop tree， 对，他有 shop tree， 哇，这样你都懂啊，买苹果。我哥送的一定是好东西，我哥送的一定好东西。哇 ，Charles 几只变成你哥哦，还以为是些东西。最后一个，超级无敌重的。其实我大概知道了。就是我很想买个 collagen 呢、欸，其实你为什么你会知道我想要买的？我很开心啊，这个礼物，你知道的啦。我们女人很快老，这个东西很重要。collagen 很快喝完了，我给你知道，一天。我那天才才问伊琳呢，是不是伊琳的那一个牌子来的？是吗 ？Triple Up， 是的，伊琳那个牌子哎，很贵。你很年轻吗？他还跟我讲一天你可以喝两支啊！算，我讲哇，你一个月你可以用这么多钱来吃这种东西？哎我。这样我跟你们讲，哎呀，我应该一个月就喝完的啦，这里，我不介意只收的，啊，好可怕的意义，嗯，直到已经下半张床睡觉了，没有啦，我等一下就会收的啦，真的很喜欢这个，然后你们过了一个月后，你们看。你的胸部又更年轻啊，笑死我，太可怕了，竟然送他胶原蛋白，你不好，很好哎、欸，女人很需要补充胶原蛋白的好不好？
一定才22岁而已啊，还不是一天喝多少支？你知道素颜都可以见人呢、欸。你也想买？你知道一瓶差不多10块钱的、欸、爱人。我之前好像算到一天差不多10块钱，一个月不就300多还是3000多？六十块，那么300多，总之好贵哦！我觉得一个月要好像去前面的什么的，一盒要300多块吗？我忘记了。总之就是一个月大概你就要吃掉300多块，很贵耶。不知道我好像卖广告了。看直播看到 iPad 没有电了，下线咯，拜拜妹妹 ，Thank you， 谢谢你们陪我度过了2个小时，好东西真的看完了哈，真的看完啦 ，Thank you Charles， 生日快乐你说 ，Thank you 妹妹，谢谢，你好妹，好妹，顺便打广告。3个人合送就没那么贵了，谢谢，谢谢你们。呀，可以睡觉了，我也要睡觉了，生日快乐！请你告诉我你，我没打广告。我也刚刚看到 Pandora， Pandora 我刚刚说了呀。很多让吗？就是我手上戴着的这个，很简单的手链，我好喜欢，也是合送的，很贵的，买给 Gladys 啦。爱车，那么爱，跟爱，跟什么？你带字了，对，我带字了，生日快乐，我要倒了，我只睡了是不是，快点去睡觉，白苹果，拜拜，谢谢 Charles， 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to you， Thank you Rainbow， 看到 Gladys 要开心，我也不加，怎么很丢脸，爱了我送你礼物，如果收到的话不可以直播说，好啦，傻婆啊，就你，我爱你。对啊，你送什么对我来说都是很有意义的。你们真懂我。然后呢，我不懂我的 group 有没有一些什么 slideshow 那些啦。然后如果有的话，我们在 group 里面再看。我记得我上一年很多人做 slideshow 给我，我吓到哎、欸，因为我还算蛮新的，那时候我觉得我自己。Thank you, Rainbow. 谢谢你开播的，超级感谢你生日快乐。我跟你讲 ，Pat 很大，就他的好像有练到肌肉的感觉。谢谢大家给我爱人的礼物，谢谢大家，我也要睡觉了，1点了，惊喜不？其实是我叫他们送，原来。天哪，我送错了，你不送。晚安，点点点，点点点是谁？点点2次都迟到。傻瓜，有到好过没到，迟到好过没有到。生日快乐，祝你遇到。小魔女会讲这些话的哈、哦。点点好美哦，谢谢，谢谢阵容。谢谢今天的一切，我也谢谢你。哦吼，你谢谢哥答应我了。我在学校教豆腐，
最好是蔡正文好妹太坏了。爱叉怎么啦？生日快乐，你老不老我都爱你。谢谢。我只会打什么？我只会打面对哦，你是键盘，你是键盘高手，好的。本人做不出就没有用了哦。他在眼里的那个眼睛漂亮，我是肥不是变的，你是壮，你是真的那种好的，不是那种肉肉的。生日快乐，你真的是爱你，爱你们哟。再也不会出现的人是 Dan 啊 ，Dan， 你不是要给我惊喜吗？但是你不会是那个肤浅的，我们肤浅下的啊。Thank you, Lisa。一拳就知道，真的啊，一拳就不是要 test 你的身材，哈哈，开玩笑，小文。你是在告白吗？然后他告白失败了就讲我是在开玩笑的，如果他告白没有失败然后就我只是讲出他心里的话，讲出我心里对，睡好一点了，一盖眼睛就睡了，不过现在还没有盖眼睛就还很精神。我也知道 Grady 是爱我的，知道就好。谢谢爱人的我，晚安大家。你可以否认来 check 今天不怕我有国庆，今年最棒的国庆日，因为也在 KL 吗？走啦，大家拜拜。要收东西，然后收完东西要睡觉，就很迟。所以我还是要各爱，我还是要离开你们。哈哈，一个妆容，生日，你伟大生日，我们全部都假期，是啊，是啊，是啊，是的，很伟大啦你。星期一假期，所以你要约我星期一吗？就是因为看到你，所以才去开学。最好是你可以每天生日吗？然后你每天的请假吗？你可以每天都那么开心吗？嗯，好吧，见你们就开心好不好？哇，好多花！哎，郑荣在放着我的照片哦。好啦好啦，下线啦，爱人拜拜 ，Good night，I love you。我还是为了你请假，是啊，你们都为我请假，我知道，其实真的很开心啦，真的，我真的要学习如何去感恩现在所拥有的。拜拜，全部人，晚安。然后希望下次我的爱人愿意出来见你们呢。谢谢郑荣送了我那么多花哎，累的 PM 有偏迷惘，好吧，我先关我的命图先，拜拜。不快乐。
喜欢爱人夏夏要见你们啦。坐下来，这样下辈子了。你的灯真的比你强烈。我为了你们特地去装这个灯的嘞。等一下我还要收掉。收了才可以睡觉了，不然你会睡不着吗？应该不会啦，应该很好睡。有些不信，快真的很慈祥的样子，不是慈祥，是好的。你们可以离开啦，我们回复那种 Happy Birthday message 之后呢，我就要关，我就要睡觉，所以让你们再看着我一两眼。哦，还有那个东西 Charles 放我的那个我的名字，全部丢地上睡觉。人家肯定这样做，你屁股啦！我在头上是怎么收，的确是一件事。那灯是 Charles 买的，不是灯是我自己买的。我是说那个名字啦，那个 Lady 的名字。对啊，每次那么迟睡觉，可是我就是那么迟睡觉啊。Hello， 你好 ，Sammy， 最近常常晚睡，我是真的很蠢，就是晚睡。地方好浪漫，对，今天而已，大此刻就生了，还有大此刻，你有早睡过没？哎，好久都没有早睡了，你要再过来自己才可以开播，不要让我们难吃。好啦，关啦，拜拜，爱人。谢谢大家陪我度过我的生日。我关了，我也一样在玩。我开，我也一样在玩。晚安，早点睡，拜拜。爸爸带带着我，谢谢你。我等了一年，我终于等到你送我。你应该说，还不确定，我尽量就是246。然后因为明天是我生日的正日嘛，然后如果我没有出去庆祝啊，还是什么啊，还是我没有出去的话呢，我就开咯。如果没有开的话，我就没有出去玩了，跟朋友庆祝。好啦，可以再看你。
我要恢复完哦，我才睡了，因为我只看到些红色的那个 notification icon 哦，我会。你经过了，今天是你生日，对，今天才是我生日，31号，认识一年了，好棒。会有下一年吗？强迫症看到你，有时候你我还很忙哦，有时候你会发现我看了 read 啊 message 我没有回了，但是我按掉了那个 notification 啊，那个红红，然后我又没有时间回啊，还是什么，我很常做这样的事情的。好傻哦，好妹你知道吗？好妹用电视机来看我，哎，好废，我真的不敢 text 了，我心脏很小颗。我听宝宝生日快乐，对，生日快乐，祝我生日快乐。他不在是吗？他吓死我哎！我播出来给你们听到，我的爱人。Monday night， 怎么突然又来了？他吓了，他唱到脑浆，好大的事情。对呀、啊，而且第一次就是温泉，好棒。收容所，哇！很好哎 ，friend 的 group， 好了，全部完啦。说关了啦，不好意思睡着了，不要紧哦，因为你也是累了，我们现在要关播咯，谢谢大家，拜拜咯，拜拜 Desmond， 同一天生日的朋友 Happy Birthday， 大家辛苦了，拜拜。